欢迎奥日奇楞。谢谢。两个蒙古族小伙子，以前都是给他伴舞，今天让他邀请过来，他替你伴唱。伴唱，我觉得不错。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啊、就是奥日奇楞唱歌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看他。我一直在看我们图图，也经常跟奥日奇楞玩嘛。但是今天在台上的时候，又现场去听着他去唱歌，然后去跳，当时的这种感受，心里面还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我们两个就私底下关系非常好，然后图图就是那种背一个包走四方，然后永远都特别以诚相待。但有一次他让我特别感动，就是他说：“兄弟，我觉得你以后唱歌的时候更要有自信。”那时候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对，特别的自卑的一个状态。他说：“你看我。”我们俩有一次去草原去甘孜，整个川藏线走了一路，他就特别开心，喝多了就跳，然后我就特别着急，我说你别老跳干嘛呀，害怕。他说对，他说你无所谓啊，你要开心你就应该跳。从那以后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，对，我所以我这次特意为了过来为他助阵。我希望我兄弟能有一个好的成绩，并不一定非得要得什么名次，但是我希望他能如愿。谢谢。哎呀，感觉奥日奇楞他比以前还要在内心更饱满和成熟了，大家都在改变。但是刚才你说齐纳图，我特别能感受，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特别解放自我的人，他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许就是一个背包，甚至可能不订酒店，去哪里云游四海，一大堆朋友喝酒 唱歌跳舞，是那种人，到哪儿都不住酒店，然后就去跟蹭住哥们儿们一块住，对，蹭住这样。他就特别可爱，不管到哪儿从来都没有那种虚套的那种，哎兄弟我你个麻烦，从来不这样。住你家啊，今天晚上我说好嘞，打地铺。我相信如果真的彻底让他释放的话，他还能再蹦，我觉得他能蹦到天上去，他一定还在收敛。我觉得应该给齐纳图一个机会，让他再来另外一种风格，比如说欢快的，有九哥吗？能找当当当当当，嘿，那首歌，对。我奥日为了你拼了，齐纳图。哎，文博，文博，来来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别停，别停。我觉得我这个姑娘要上场了，来。我这个汉服。哇！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，怎么那么感动，我那么喜欢你们的表现，太欢乐了，瞬间这舞台没有了，就这就是草原、这个、文博完全融入，就是一个蒙古族的姑娘。然后那个奥尔奇楞就像是一个外地来的游客。这是我第一次看他这样跳舞，第一次，好棒，太好了。但是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，再次谢谢奥尔奇楞，谢谢学飞，谢谢文博，谢谢谢谢。